您为什么参加这次游行？我是从中国大陆跑到香港去的。香港呢，那个撒切尔夫人跟中国谈判香港回归，我就很害怕，就跑来法国了。想不到香港人这回他们抗争的意志那么坚决，我很受感动。我还有一些亲戚住在香港，我希望他们香港能够保持不变。你好，我是来自香港的，我自从香港反送中以来，我一直睡不着，吃不下，所以现在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香港